自由，从今到远由下至上反复观察、yeah。 在新训中心的板凳上发呆，看着林斌拿着笔记本抄带，任何细节都不放过，记录在里头，却总是毫无厘头的问一些奇怪问题，明明就才刚听是有什么问题。那你所做的笔记刚够细心，从 A 组 B 画进家后里爬白细瓦苏里，我又做自由，从近到远由下至上反复观察，最近的生活总是有太多的困惑，是时间多了，是脑袋不停的运作。我又做自由，从近到远由下至上反复观察，久了也从灵活变成了笨拙，怎么能纵容我不再有执着。动流动动不对起床，做整齐服装，带用餐工具到后岗集合，他们加强磨练才能进餐厅内，队伍左右四左四右总选错让人背诵，多么希望晚上的寝室歌都是狗狗弱牙，可惜都是狗狗磨牙，想睡觉要趁早呀，趁早上空闲的时间偷偷睡觉。我又做自由，从近到远由下至上反复观察，最近的生活总是有太多的困惑，是时间多了，是脑袋不停的运作。我又做自由，从近到远由下至上反复观察，久了也从灵活变成了笨拙，怎么能纵容我不再有执着。新兵一四一五做第一次投资，跌跌撞撞意外丢到25公尺，经历许多辛苦，在外第一次求职，懵懵懂懂获得正职，虽然不是工资。一二一二，他前进的步伐，遇到错愕，停下脚步的步伐，都是被问题长期的驻扎，找不到解答，那也没办法。